小朋友看到的世界和大人看到的会不会是不太一样的呢？我是小铁，职业是摄影师。小时候我有亲眼看过飞碟，不过大人们都不相信。长大以后，我就一直要再见一次飞碟，拍张照。那一年圣诞节，热得好像夏天，我遇见了小虎还有他妈妈。小虎说自己是孤独骑士，他相信另外有一个世界是大人看不到的，那里有圣诞老公公，电视屏幕是通往那边的入口，还有卡通都是真的。突然之间，我从小虎的身上看到了我自己。小虎还说他许了个愿，把妈妈变成了机器人。妈妈发烧了，是他害的，他说他要亲自去拯救妈妈。本来在同一天我应该有机会看到飞碟的，可是我怎么能够不帮小虎呢？有什么比圆小朋友的梦来得更重要的？